好，听到这边了，坐下来了，坐下来了。好了，往回坐了。好，那我刚刚提到，刚刚提到你们那个这几样哦，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所谓的构面因素，这跟架构很有关系。那架构哦，你看哦。我们随便讲一个架构，已经很清楚的就出来了哈。什么叫架构哈？你看这里哦，什么叫架构？你看这里，好，架构跟流程，有几个同学哦，有几个同学呢？我跟他写说，你这不叫做架构，你叫流程。好，那什么叫流程？什么叫架构？你可以看这个两个图。哪个是流程，哪个是架构？来，张嘉言没来哈，黄世明第二节才来的，你看一下，哪一个是研究架构，哪一个是流程？很清楚，右边叫架构，左边叫流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不同意见的？那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话呢？蔡明轩。蔡明先生啊，来，这两个什么差别？都有箭头啊，都有线条啊，那差别在哪？这两个，一个是架构，右边叫架构，左边叫做流程，那什么差别？来，蔡明先，你说明一下，有什么差别？啊？没关系，你讲。哦，一个有自变量跟一变量。好，那一变量跟自变量之间有这样子，表示说我们要了解之间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或者它的差别嘛。那左边呢？左边是为什么叫做流程？跟右边有什么差别？你看不到啊？啊？有什么差别？左边是什么呀？左边是怎样？跟右边差别？左边是一个程序吧，对不对？从头到尾，第一个程序，左边等于是说你要做研究的一个程序到底是如何，从他的动机开始，为什么要做，然后设定他的目标，要做这到底要做到哪里，什么程度？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收集资料。我们在好几周以前要同学们收集资料，还有一次带你们到那个902、901去收集资料，那收集到资料就等一下我们要去探讨的喽，就是这个架构里面的那些内容哦，叫做构面或者叫做因素哦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架构弄出来了，弄出来以后呢，开始要发展，譬如说设计问卷呐，或者工具设计，它不一定是问卷，是工具，调查也是工具啊。访问也是工具啊，摄影也是工具啊，这是工具的设计哈。最后呢，把资料收集好以后呢，做一个分析探讨，最后写出结论跟建议嘛。啊，好，那右手边你可以看出来，它们之间有什么？有关系，有差异可以看哈。这里面假设人口变相，假设什么叫人口变相？什么叫人口变相？张家荣，人口变相，什么叫人口变相？你随便举一个例子，人口变相是什么？张家荣在哪？人口变相是什么？随便举一个。年龄算不算？算。还有嘞？如果科技业，像前面讲，科技业的员工，他在薪资、在工作满意跟这个工作态度上面有什么差别？好，那人口变相呢？年龄是一个，还有呢？譬如说，不同的职务算不算人口变相？研发工程师、设计工程师、
或者说这个产业界的领班啊，不，产业生产线的领班，不是植物也是吧？对不对？哈、哦，还有哪一个？举例说，还有哪一个是陈志宏？刚讲人口变相啊，人口变相还什么叫人口变相？同学想一件事情，你自己本身是不是人口之一啊？是，对不对？是，好，那你要描述你自己的时候，描述你自己有多少可以描述？如果你要讲自我介绍，你可以讲多少？除了一个人家一看你知道是男生以外，不会很难讲哦。现在性别不容易看出来，对不对？中性化的很多嘛，哈、哦。性别不是一个吗？然后呢？你念的念书念到什么程度？是不是教育程度？然后呢？你几岁了？你不可以介绍你出生年月几岁吗？那就三个咯。还有，你住哪里？对不对？你住在哪里嘛？也是一个嘛。你现在在哪里工作？啊，不是也一个吗？是不是？你赚多少钱？那不算人口变相吗？每个月领多少钱？然后每个月花费多少？我结婚了没？我小孩多少个？我父母亲几？父母亲兄弟姐妹几个？啊、哦，你的父母的婚姻状态如何？不是吗？现在父母亲几个都很平常的事啦，不是吗？继父继母一堆啊。以前我们把它当作笑话，现在当作什么？真的是大家面对的问题啊、哦！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已经没了，慢慢渐渐没了。我有一次啊、哦，我从汐止搬回来的时候，两年前，我从汐止搬回来，汐止我把房子卖了，结果呢是那个先生来看的，看完以后他说他找他太太来看，我说好，啊等他太太看完，他们说很中意，结果中意的时候呢要去那个。那叫什么？不叫律师啦，代书那边去签约嘛。签约的时候谈到说名字要放在谁那里，结果他居然跟我讲，他太太没来，他先生说：“哎，我要共叫做什么？共同持有，他太太共同持有，所以登记要登记两个人的名字。”那我就问他：“哎，你这样很麻烦，登记两个人的以后哈、哦，两个人的税金的问题，将来买卖的问题。”很多问题都不容易处理，他居然回答我，我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”他居然跟我说：“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离婚？”哎，我觉得这很奇特的一个现象。他一离婚，他现在两个小孩，那以后他离婚，他再结婚，他不是两个爸爸，两个妈妈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啊、哦，我跟你讲啊、哦，所以现在婚姻状态，刚刚讲了五六种了，对不对？可能还有哎。可能还有哎，譬如说你的工作经验几年了，在什么工作有多少年的经验，这不是叫人口变相吗？所以将来如果你上课，你是注意在想，在思考。我一直强调你们要问题解决能力，独立思考能力。你这样思考，你答很多问题根本不用看书，你都答得出来。啊，你看我教书很少看书哎，我是花时间去思考。啊，好。人口变相是这个意思。通常人口变相是自变相，你可以看出它有变相之间的关系，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出来，它有人口变相跟满意度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，有什么差异性，哪一种人，哪一种教育程度，他的客户的那个顾客满意度会比较高，满意度比较低。或者其他的方式来看、哦、好，那这就是刚刚讲那个研究架构的一种范例、哦、范例哦，这是一个范例、哦、不同的你可以看出来，假设这里面讲 H1 H2 H3 H4 H5 H6 有这么多，我只是一个代号、哦、如果后面我会讲说这个代号代表意义的哦，它是一种假设哦，可以验证的哦。好，那好，我们来看看哦，你可以看这图有箭头，你可以怎么解释它？你解释说
人口变相跟服务品质，如果这两个来看，其他不看，你可以这么说：不同的人口变相，不同背景的人，他对服务的品质有什么看法，有什么差别？这不是一个研究了吗？对不对？看得出来吗？第一个，不同人口变相里面，这不同的年龄、不同性别的人，他到底对服务品质，对某一个假设，我们刚刚讲加油站的服务品质，7-Eleven 的服务品质，对他服务品质有什么差别？你可以看出来哦，你可以用这个图就可以看出，我可以做这样，那这叫研究架构的概念了。你可以让人家知道一看说，哎，你要做什么？你也很容易去依照你的研究架构，你可以做出你要的一个数据出来，你可以找到你要的一个资料出来。好，另外呢，像这个假设，这两个在一起，H 是这个服务品质跟服务满意度。如果我们箭头是单向跟箭头双向有什么差别？有谁能够体会一下？有谁能体会一下？张永琴，我问你两次了，不好啊！等一下再，等一下你说，哎，老师怎么一直问我？好，我再问另外一个好了。问谁？您是李宏伟来了，对不对？第二节来，李宏伟在哪？李宏伟，好，来。我如果说服务品质跟满意度，我用单一箭头跟两双箭头，你想象它有什么差别？什么意义？单箭头的意义是什么？单箭头是只有一个方向，单行道，单箭头，双箭头两边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可以用你的想象，你说明一下，服务品质跟满意度这两个单箭头跟双箭头又会有什么意思？你讲一下，好或不好？还有呢？如果这样子呢？我如果这样写哈。同学们一起想哦，思考哦，我帮你们做思考哦。我最喜欢举例，假设这是一个，然后呢，那你会怎么想？你会怎么想？或者，或者呢？你会觉得你会怎么想？薪资的高低会怎么样？影响工作情绪吗？那这样子呢？年龄会影响到身高嘛？年龄会身高依照年龄来变化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那如果说这样子嘞，他影响他，他影响他，那两个就变成是什么？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？不是这样意思吗？可以这样想象吗？可以不可以？可以不可以这样想象？可以嘛？哈。那好，那如果这样，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概念。我用单箭头，我说明它会影响它，或者它可以预测它身高、年龄可以预测身高，或者年龄可以预测体重，甚至于现在最流行年龄可以预测什么腰围啦，对不对？那、年纪越大，吃东西消化越慢，肚子就越来越大，腰围越来越粗啊。好，这种概念呢？我们叫做研究架构的概念，它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做法哈，让你将来做这个专题制作的时候有一个方向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回来看哦，回来看哦，回来看我们刚刚那个要去讨论的、要去探讨的问题哈，来，这也是一个概念的一些方法、架构的例子哈，我就不再说明，然后我们来看第一个。中国石油
与台塑石油两家连锁加工店的加油站的加工推销策略差异研究。来，我问一下，现在每一个同学都拿到题目，拿到你的考卷了，写这一题的，以这一题为写的举手。这一题的，这一题的，有用这一题当做答案的，谁？举手啦，没有吗？不可能吧？谁用这一题当做答案做题目？没有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啊。我、哦、好，没有就下一个。用这一题呢？这一题的举手。来举手，这一题的举手哈。好，这一题我们来看看哦。重点是什么？是不是服务态度？重点是服务态度。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给我们意见好了。服务态度，你们来讲，你们写的人，你们提出来，什么叫做他的因素，他的构面是什么？这个题目一看就是，这个是 seven， 这是 seven 嘛哈，然后这是全家嘛。好，这两个有什么差异，对不对？好，内容是什么？内容是什么？内容是说服务态度咯，对不对？他们的服务态度有什么差别？有什么差别？好，那我们要找的是什么？服务态度到底有几个？服务态度的因素是什么？有谁能讲出来？服务态度到底有哪些东西叫服务态度？它有什么差别？服务态度有哪一些？你们写的，来举手的人，你写的是什么？刚刚这边举手的，你也是吗？一枚也是啊、哦。好，你写的内容是什么？你写的服务态度内容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不是有第四题吗？那、第三题吗？构面或者因素吗？对不对？服务态度哦，我随便先举例好了哈，我先举例好了哈。你服务态度。我们把这个擦掉好了。服务态度，先看看有哪一些服务态度。你们探讨的服务态度是什么？有谁能够探讨服务态度？我写几个给你看哈。有人的分类是这样子：服务态度两个，一个叫做基本态度，有人这样分的；有一个叫做特殊态度。有人是这样分的哦，啊，然后他又分成什么呢？他分成说，譬如说，这里面呢，基本态度，积极、负责，还有呢，积极负责，再来呢，协调慎重。再来慎重，有人这样分的哦。那这就叫做什么？这就叫做我们讲的因素了。我们讲的因素了哈。好，如果特殊态度是什么？譬如说，假设我们现在讲 Seven 跟那个全家，他服务有特别的服务态度是什么？你也许可以列出来。我举个例说。假如是说自我信赖，它也是一种态度，特别的态度哈，或者说叫做关怀。全家就是你家，关怀它是特殊的，对不对？或者说这个有形的反应。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，譬如说，好，大概这样子。我假设我先分成这样子，那不是有这几种吗？对不对？那我就这样想，这个是一变相，这是一变相。那自变相是什么？自变相就是 seven 跟全家叫自变相啊。我可以画一个图。
我可以画一个图，什么图呢？我可以画一个这样子的图，我画在这里简单的，这是一个自变量，这叫做自变量。然后呢，这边是什么？一个是全加，然后一个是 seven，然后这是一变量。一变量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 a b c d e f。然后呢，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差别？这叫做研究架构图，这样懂了吗？啊，这样可以知道吗？这叫做研究架构图了，很简单的一个概念。我只要把这 A、B、C、D、E 怎么来的，当然是文献探讨来的喽，记得吗？我们谈很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解答可以用这种方式。你写的有一些概念出来，我大概都给你分数了啊。大概如果你写的有点不是那个，我当然就没办法哈。好，这是自变量、异变量，就这样子一个概念就解决啦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，假设是薪资、工作态度跟工作满意度呢，那不是变成有三个东西吗？对不对？我把这个擦掉哈，三个东西。自变量，来，我要问了，有写这一题的是几个？有谁是写这一题？举手一下，举手一下，这一题举手。林思远、金静杰，还有人。好，林思远，自变量你会写什么？自变量你会写什么？工作什么？我听不懂哎，工作什么？工作时间，工作时间有在这里面吗？工作时间，好，我先写下。还有呢？环境。还有呢？福利，还有内容，还有吗？那金静姐，你的你写的是什么？来，你说。随便，自编一遍都可以。啊？效率？效率还是效能？效率哦。好，效率。然后呢？权益哦。权益吗？还是权利，好，然后呢？怎么好？没有了。工作态度，好，工作态度，态度已经有啦。态度是大项目，哎。好，这样子哈，我加一些，同学有没有要加？你看这个地方可能有写什么？工时、环境会在哪里？他会不会在薪资？假设哦，假设我的概念是这样子，你先不要看内容哦，你先不要看内容哦。这个题目是说薪资嘛，A 嘛，薪资嘛，然后 B 是什么？B 是不是工作态度？C 是什么？C 是不是工作满意度？他们之间的关系，这概念图很简单，就这样子。他不是要这个研究架构图吗？
对不对？这样可以看得出来吗？这个题目的研究的架构图就是 A、B、C 三个之间有什么关系？不就这样子而已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你要画漂亮一点，你可以画成，你可以把它画成这样子，它之间的关系，它之间的关系，它之间的关系，啊，不就解决了吗？是不是？好，好，这个研究叫，现在问题来喽，问题来喽 ，A 叫做薪资，哪一个是 A 的？哪个属于 A 的？这个是属于 A 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属于 A 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哪个属于 A 的？只有这两个吗？不够哦。好，那效率，效率是什么？可能是好。那权益呢？权益也可能 A 哦。环境呢？环境是 C， 工作满意度。内容呢？是工作内也可以满意度。效率呢？工作态度。态度当然就是不要了，因为态度太宽了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谁同学想到的？告诉我一下。薪资，薪资还可以包含什么？有福利，有工时，有权益，还有啊？有没有谁可以想到薪资？我是有写一些东西啊，可能你们不是那么清楚啊。薪资啊，薪资还有什么呢？譬如说加级。加级是在福利里面一种啊，然后本俸就是薪水本俸，这个都可以列入 A 嘛，这个都可以列入 A 嘛。那 B 呢 ？B 里面呢是谈到说是工作态度，工作态度啊有好多，譬如说，满意度，满工作的满意。可以啦，工作的满意是可以哈。B 是工作的效率，然后呢，投入，工作是不是投入？工作是不是有承诺？工作嘛，工作的态度，啊，你可以找出来有这么多。这是假设，这是 B。那 C 还有什么？有谁能够提一下工作满意度？工作满意度，有谁能够提一些工作满意度 ？C 这里面没有列出来，环境而已，对不对？还有哪一些是工作满意度？工作满意度啊，假设啦哈 ，C 里面有什么呢？雇主关系是工作满意度里面的一个部分，雇主关系啊，还有呢？薪资报酬，但是呢，薪资已经写在上面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薪资我们就先暂时列出来，但是不列进去。还有，自我价值，自我价值，还有呢，成就、社会地位。社会地位，还有成就感，工作成就感，啊，好，这么多，这么多，雇主关系、薪资报酬，然后呢，自我价值、成就感、社会价值，这个通通是跟我们的工作满意度有关系的哦。那怎么来的？我刚刚告诉你这些东西。我要告诉你怎么来的，怎么来的？我告诉你哈，来，